你们刚才才结束演唱会嘛，那你们有想到就是说，就是有看到小孩有给他什么？其实主要还是就是，刚刚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圆满落幕。对，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嘛。对，而且小孩自己其实蛮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东西，然后公司好像也有走司法程序。对，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以及尖叫声欢迎我们的 Phoenix 出场，掌声鼓励。主要还是就是，刚刚说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圆满落幕。对，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嘛。对，而且小孩自己其实蛮勇敢的去面对这件东西，然后公司好像也有走司法程序，对，对，就不方便多说些什么。你们有禁爱令吗？没有吧？禁爱令？禁爱？没有啊。其实公司其实都会给我们。蛮多空间的啦，对，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大家都会知道有些事情可以做，有些事情不能做。小孩这件事情会让你们学习到什么？其实没什么好学习的，我就觉得没什么，就是努力工作，对，就是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面的，然后谨慎交友。私下吗？是，就是可能按现实动态啊之类的这一种，就是会觉得非常的惋惜，然后就是小孩做这个决定，就是我们也是觉得就是很，就是挺遗憾的，对，对。这个我们不清楚，对，就是公司发我们才知道，对。对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后来。